这一次太准确了，我附近的同辈是然后过来跟我说，我们里面有一个视频，然后上面有母亲的，他身上有母亲的钥匙刺扣，但我上直播他，我就看到他的身体比较全部都是，只不过是被母亲的伤害，我都看不出来，也许是会有一些变化，我不知道。我一看就知道那种，他穿的绿色衣服，我妈妈从来不穿绿色，她不穿绿色，她不穿黑色、黑色、白色之类的。裤子是他的裤子。然后呢，远景很好心的有给我看一点点的照片，让头发是散下来的。我特别要求说，我要确定头发，叫他请看他把头发剪起来，看到了没有？我不知道身体能怎么样变化，看起来不是我母亲。对，所以你才说不愿意说承认说那是他，不是承认不承认呐、啊，我认得我母亲啊，是我没有不是，除非精神出问题嘛，对不对？嗯、所以昨天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说，我就说他们做笔录的时候也是这个口气，我说哎死者，家属，我说啊，我看到都不是我母亲，怎么是死者家属？我说没有，然后后来就改了，就很多细节了。中华民国法律我比较不懂嘛，那然后我现在心情，我可能激动了一下，但是我现在心情是很平稳，因为我还要工作，是因为我看到的那一句是，我感觉并不是我的心，我没有去，他说不会强迫你去，是我已经看过了，他不是我的心啊，所以我在等，我怎么等呢？要有。朋友发消息发微信发赖来，然后输的家人朋友电话，我已经不想接了，因为我接下来我因为没有结婚事情，我不会有什么情况，我是尽量这样，所以呢，我只是想说先等消息，结果今天下午来问这边还没有出来，他们说我去再去问。那但是在里面的同学有人就是检察官，那我的前经纪人兼好友又载我过去了，结果他们说那位同学还没回来，然后我就被一群人约去旁边吃饭，那我盛情难却，大家都很关心我，其实我不太喜欢这样，因为一人归一人，我没有工作的时候我就是好，其实我想回家一个人，我没有，我难过是我的事，也许我不难过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一个累，但是没有结果的事情，对吧？所以刚刚吃完饭，后来他们有通知我说有结果了，但是给了我一张单子，我不知道什么单子。那人家地检署也给你下达，所以明天我就知道结果。想问一下，就是说您最近的状况是会有续转？是，其实这件事情我非常不高兴，因为记者朋友、现在我知道某一个人写了一篇之后，就是说，我问你们，中华民国法律规定多久？是没有。好，我现在坦坦白白说，我每天晚上不跟你聊，我有一瓶酒就带我去打麻将，每天晚上自己我在打麻将，那我再跟你，请你这一段，我希望弄进去。我明白实际。的电视台会比较敏感，但是我在工作期间白天从早不管早上到晚上，在慈济医院或是他们的校区是不能抽烟不能喝酒的，那我也走不出去，因为很远，所以我一整天也没有抽烟没有喝酒，但是呢有时候前一天晚上喝一喝，第二天有点酒气，也许某些人比较敏感嘛，然后就开始出来，然后就来跟我讲，其实我已经发过一次脾气了。明天除非你做什么建筑工，我问你啊，会有危险，叫我不能喝酒，更何况我工作时间没有喝酒，更何况我每次都一条货，你听得懂一条货吗？没有 delay 任何人时间，因为是我在等啊，不是别人等我，那我脸也没有红啊，那可能你闻到有酒气，那你们记者同仁不知道从哪里进来的时候就这样，然后再加上之前的落魄啊，我落魄也没有觉得我落魄过，是大家觉得我落魄，